小冷哥，为什么美国人那么有钱？听专家说，我们在睡觉的时候，美国人在工作。那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穷啊？专家说，美国人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在睡觉。大师，能求姻缘吗？可以，说吧。请赐给我一个体贴、机智又爱我的男朋友吧，可以吗，大师？我给了你啊，是你跟他说你们只能做朋友的，是吗？是的。我明白了，大师，我这就找回他。谢谢你啊，大师。爸，能跟你一起洗碗，我觉得好幸福。别说了，下次请我吃饭，记得带钱啊。我们分手吧。好，我们各自走100步，下次见面还是朋友。好。只有你愿意回头，我永远在你身后。小冷哥，恭喜你结婚了。谢谢。新娘挺美的哦。还好还好。你看你爸妈都开心的，你看你这酒也敬完了，洞房也闹了，小子可以啊。呵呵，还好吧。怎么你不开心？哎，我以前也拉着他的手，还说要天荒地老，想不到今天。哎，你忘了他吧，毕竟人和狗不是那么适合。